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r. One 木香谷小教室，我是小万。今天很开心，有没有看到我特别隆重？博越，穿长裤，穿鞋子，有没有？有有有。今天特别不一样，今天是几月几号？8月8号，鬼门开。这样，今天是八八节，父亲节快乐。不是，博越，你今天不用跟爸爸吃饭？有啊，晚上。有吗？那你要祝爸爸说什么？父亲节快乐！大家一定要提倡一下，父亲节要跟爸爸说"我爱你"，好不好？爸爸，我爱你，父亲节快乐！今天呢，我来教你们一个孝敬爸爸的最好方法。有没有听过筷子兄弟的父亲？有吧？我们来教这首歌的节奏，有没有对你们超级好？今天教这首父亲呢，节奏很简单。第一拍，咚，这16分音符。第二拍，哒，咚，16分音符。第三拍，咚哒咚，16分音符。第四拍，哒，这组在一起，咚，这哒，这咚咚哒咚，哒这。就这么简单，回去没有木箱鼓打桌子，没有桌子打抽屉，没有抽屉打墙壁，没有墙壁打地板，只要是平面都可以打出声音，好不好？放这首歌筷子兄弟的父亲给爸爸听，打节奏给他听，教你这个超级帅气的节奏，好不好？祝大家父亲节快乐，我来示范给大家看哦，准备了哦。八小节都一样节奏，会了吗？有没有超简单 ？OK， 赶快练习起来！祝爸爸父亲节快乐，我们下次见喽！祝大家天天开心，拜拜！最后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我们的 Facebook， 追踪我们的 IG， 还要逛逛我们的官方网站。祝大家天天快乐，再见，拜拜！